通过我们战争呢，美国乡亲啊大力的支持，在座的各位侨胞、各位骨干的努力和支持，今天我们这个会才能圆满的成立。在此，我谢谢在座的乡亲支持我啊办这个酒会，谢谢你。今天很荣幸来参与你们这个美国湛江华侨联合总会的成立仪式啊，谢谢。我很感动，就是说中国人现在慢慢多了，也会成立一些友好的那个组织来为我们的侨胞服务。我在美国差不多40年啊，但是我刚刚来的时候真的不是很多中国人的侨生，所以那时候被人家欺负的很厉害。现在慢慢慢慢，我们华裔有一种力量，说但是主要我们还要去投票啊，不投票三边就掉，因为政客他们都是看你有没有去投票才来支持你。那所以呢这一次我很荣幸来当你们这个主顾问。那我本身自己有个体验协会已经有超过10年的经验，那这一次你们这个协会的成立，也是战争的战家人们真的进一步真的团结起来。你们这个协会，我知道你们在办的时候也是不是一帆风顺的，也很多问题，很多困难，但是都你们一一把它打破冲破了，到今天可以坐在这边正式宣布你们的协会的成立。我呢，如果是现在当你们的总顾问的话，我可以帮的，我可以运用我的经验，或者是大家分担分享。我知道 Helen 非常好的一个副会长或者是理事长啊，所以呢我就希望就是说从现在开始我们大家都要团结起来，就是说一个会你要有它的 power， 就是要大家团结。如果是你顾你他顾他，这协会成立不长，不长的话你也不会真正为你们的侨胞可以争取到你们的权益。现在你看你们这个团队非常好，有做生意也有做法律的哈，孙律师是一个非常有知名度的一位中国律师，他也是我跟李世龙的一个合伙人。咱们湛江的一个船公司的老板，我老板娘，我都见了。他们结婚都旅行结婚到了纽约来，我都见了，我也接待了他们。有十几艘破船，跟南亚、越南、泰国坐的满满的，所以我们湛江人太厉害了，我们家亲戚有这个有富豪哎，而且还是个富二代。我说湛江，我哪一天一定。随着湛江的联合总会，我一定要访问湛江。黄会长，这个事情不能够，你是把您跟我说，今年有什么司法交流？我们是纽约的会员，被邀请到清华大学12月初第二站，就是清华的第一站、第二站的广州、广州市，然后去深圳。哎，我就是没有湛江。对，但是湛江的地理位置太重要了。我从考大学，在80年考大学的时候，我背的广州大学，就湛江的地理位置，荆州半岛、雷州半岛，你看我这绝对是考大学的。
我们也有近视今天也是啊。对呀、啊，后来呢，我是开火车出身的，这个火车到了湛江以后，必须坐到那个轮渡，才能到海南，到这个海南岛。也就是说，它的战略地位多么重要，才知道。所以湛江是我向往的地方，是我一辈子梦想的地方。对对对，希望我的高铁能迅速的从湛江开了，高铁开了，对对对，那咱们湛江乡亲组团回去，对吧？嗯，这个王会长和这个王华清的这个主播，我们一定这个整个乡亲当中真的需要一些法律指导。我向大家保证，我们群里现在是80，将来可能还会发展。我在群里待命，任何乡亲认识就不认识，自我介绍一下，说孙律师，我有这么一个事儿，如果特啰嗦、特复杂的，我们电话联系；如果不联系、不复杂的，说出来大家听一听，共同学习，我来解释解释。我自己有个法律群，我的群是400多人，我也是经常要解答法律问题啊。那么虽然忙，做律师是非常忙的。我一小时的咨询费应该是300元啊，但是我也知道律师的义务是什么。纽约州要求每一个律师每年至少有50小时义务服务。说实在，绝大律师没做到，都闷声自己赚钱，根本没有做免费的义务服务啊。那么我呢是在尽量的在做，因为我给律师的口号就叫为人民服务，这个口号喊了快20年。我不知道我的律师不一定能做到，但我自己是在努力做，不努力。要求就是为人民服务，不努力，但我是在努力在做。我希望啊，咱们湛江吃小香肠，我真真正正的为湛江的乡亲好吧？因为我一定会。因为王会长这么能看重我，人呢就是这样，要当你非常尊重我的时候，我一定要回报。所以今天认识的乡亲们，今后大家多联络、多努力，任何事情我们互相沟通，小事儿在群里就解决了，大事儿打电话找我，好吗？我们罗斯里跟律师一直去做伤害、做这个车祸意外、做就是滑倒接伤啊、误诊误业的，虽然那是个大事儿，因为律师界这个行当是比较能容易生存的。做什么房地产啊、移民呐、啊，那都是小钱，挣不到大钱。但是呢，我20多年来总还是追求各位良民，回答问题就回答了20多年。你说各种复杂的事儿，你都遇到过，基本上相亲的事儿我都能。